如果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发菩提心发大宏愿九劫修行积累功德所感化的世界，那我们这个五浊恶世是不是也是我们众生这样子制作的？你的电脑有防火墙，你的手机也有防火墙，你自己也有防火墙，你的生命要拦截那些垃圾的。生命电视邀您一起传播佛法，慈悲愿行，让佛陀教法远播全球。护持话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重视人生，成就生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乃至无意识间，无
各位阿弥陀佛，哎，看到伊条点灯有庄严无啊？有慈悲无啊？庄严就代表佛菩萨，慈悲是为着帮助众生啊。特别你暗时啊，啊，用佛菩萨的光明帮助幽冥界轮回受苦众生。所以有慈经跟人讲，一个人破病真严重，咱来替点灯。啊，因为点灯我都消毒伊个病苦，乃是灌顶经个人讲，乃是就算有人死去堕落地狱，什么都，咱赶快为他点49盏灯，伊就发到消消消业中，永离三毒，得生净土。所以佛公也点灯功德经讲了足济足济，所以我们要出一本点灯功德经啊，乃是。我今年有一边去天顶，看到一个天神女将诶，哇，规身躯发光庄严，遐尼快乐。问伊是安怎？因为伊曾经点灯啊，伊就是查某囡仔，啊，看到皇宫皇帝点灯，暗时啊失去啊，伊个点起来，安尼就升天啊啊！所以阿那利尊者过去是一个刹那。啊，这个无神经的贼啦，为着要偷摕物件，将迄顶个扭较悬的，会较光，安尼呢，神经很紧啊，所以起了惭愧心，发愿买个做贼啦，定定布施，所以变成安尼变成无凭阿那利，所以阿那利就是讲，永远拢无善吃啊，本来贼啦善吃，变成永远个无善吃，而且个开天眼啊，天远圆明。所以点灯有世间的福报，叫做出世间的功德。所以咱将这个功德马上来回向，那么啊，那我们已经这两年点了，念一下2470万啊，又加今天10000啊，然后呢，这个光明，这个力量啊，那一个人要叫咱点一万灯嘛，无法度。就算弄免钱，你要对头点阿尾，你腰就断去啊啊。你会受不了，但是因为大家互相帮忙啊，所以才能够成就。所以我们一起念下来：点灯功德殊胜行，无边幸福该回向，普愿受苦诸有情，永离三毒生净土，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八戒婆罗蜜啊，咱常常安尼观想，所以各位你，就算你伫厝诶点一盏灯，你来观想，一变成无量啊，所以无量无边，然后呢，每一盏灯拢变成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所以你念有殊佛变有殊净土，你念不懂佛变妙喜净土，然后呢？八千万净土来帮助八千万众生离苦得乐，但是更加要紧的，那各位嘛要常常思维佛法，思维佛法就是点灯啊，以外在助缘呐，那来帮助咱内在佛性啊。所以心情歹、发脾气的人，家己伫厝诶点一盏灯，干那看看一盏灯就好，你的心就会改变。啊，有些灯的功德力，啊，你也未记的艰苦，那是佛的光明进入你的心内底。刚才你直直看佛像，看久啊，佛像在你的脑海内底。你去听歌星唱歌，你等于嘛过来唱歌，未记的念佛啊。因为你一直听歌星唱歌，然后你又真爱一条歌，结果你花个三工，你拢未记念阿弥陀佛，拢来唱一条歌。所以佛嘛跟人讲，这个佛的灯就代表佛的光明、智慧、慈悲。所以你点灯，你直直看那灯，直直看那灯，然后呢，佛的心就招来你家。啊，所以念一下：燃起佛前灯，灭除心头火。所以你的心头的无明、贪嗔痴就无去，因为呢，看到灯啊，啊，你就放光来，愿此大智慧，照破众无明。啊，不但你跟起来。那个希望你的智慧回来加持，帮助别人，照破众生无明。所以来
回向地狱道，回向恶鬼道，回向所有往生动物，各种人类死亡，中阴身有情，同享点灯功德，啊，天人阿修罗道，啊，得生善处，消除业障。嗡班扎阿勒给阿吽，嗡班扎阿勒给阿吽，嗡班扎阿勒给阿吽，嗡阿吽。好，那对我讲的，除了世间的丁的讲的，那真正丁是什么？就是智慧啊，智慧来自于文殊修，各位爱看经典，然后爱去思维经典，破这波罗蜜多什么意思？空性什么意思？啊，心无挂碍什么意思？教给我们解空什么意思？凡所有想皆是希望什么意思？你要去想，要去思维啊！你安尼去思维，那你的心就咧点定啊！啊，你思维那去看到佛经所讲的道理，哎呀，凡所有存在拢是希望无常的幻化的啊！唔能去执着哇！啊，你就开智慧啊！啊，但首先你要去思维。每一个经典的意思，所以各位爱常常爱看经典啊。但是当然，咱真打拼，逐工来帮助善巧人、老人，伊都要讲话救狗啊，去施舍，去海边放生救命，这真好，这有福报的耶，慈悲嘛啊。但是呢，经来啊，各位就爱看经典，思维经典，乃至将经典的道理来变作我明仔载，搁要来做些代志，变那个做了国家。品质啊，更加多帮助更加多众生，所以以慈悲心，因为你要帮助更加多众生，跟他讲，你要做一个医生，你一定要读较济册啊，乃至各种的病苦，对脑甲脚，你拢要个研究，乃至呢，你有实际经验，安尼才有法度做一个完满的医生啊，所以讲一定要看经典啊，了解经典的意义，乃至实践的咱的。就雄心哇啊！念一下信、解、行、正啊。首先，咱皈依三宝，咱雄心，地藏经不可思议，药师经不可思议，所以咱去了解啊。了解以后，将这个经典的意义用在你的修行，然后你就体证着佛所讲的道理啊。众生皆有佛性，我嘛有佛性，我嘛法度证着佛性啊。那是佛性显露。就话到大慈大悲普度众生，那安尼去努力，所以我来读经典，几句啊重点，我真爱看这個，我拢会个写起来啊，写起来，所以各位一定要抄经啊。我虽然无法度从各位很有时间抄几部《地藏经》《妙法莲华经》啊，但是同时我拢